日前有英國網民上傳辦公室雪櫃的相，見到有支裝牛奶被人用掛鎖鎖住，要解鎖才可到蓋，應該是擔心有同事偷飲牛奶。他搞笑地問網民，這個行為到底是小氣還是合理？有網民認為，雖然感覺上很小氣，不過辦公室應該充滿很多不問自取的人，才逼到那個同事出此下策。亦都有人覺得只有小偷才覺得有問題。